练一下。练一下，我们到了下节课再复习一下这样的掌控。这一组是点的，像这都是点的。用哪种颜色呢？都可以。我这是用黄的。蜡梅呢，一般都黄的。用黄的就行。松树，所以上次我们学过松树，松树就可以用上去。就用上松树。珠子向上的，这是点的。这个颜色呢，是不是黄的？用白加一点点的曙红，也可以，这是点的。这个呢，也是点的。点的时候要注意，有浓有淡，就比较好。不要都是一种颜色就不好了。顺便我再给同学看一下，你这个梅花各种各样都可以画。这是个样的梅花，黄的。这个。